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到的是第十三组。这一组呢，它是一个蛮新的作品。那这部作品呢，还只是一个漫画哦，由桂佳优老师来担任原作，菊贤一老师呢来担任作画的一本少年漫画。这本漫画呢，讲的是说人类希望可以在火星上面居住，好吧？那我们要怎么办呢？火星现在是不适宜居住，所以人类呢就做了一个实验，把火星的表皮上面呢覆盖了青苔生物，这样子试着去把火星给地球化。可是没有想到呢，在这样的实验当中，他们人类依旧放了另外一个东西放到火星上面去。这个东西呢，在地球上面的这个适应非常的强，什么样的环境都可以生存。这部作品叫做 Terra Forma 火星任务，你可能看过。那它是一个太空，算是我觉得算是太空带来的角色。一位呢叫做马鲁克斯，他是在去出发前往火星去任务的其中一个墨西哥人哦。那他在去之前接受了手术改造，他得到了呢这个白额高脚蛛的一个能力，那是一种很厉害的一个蜘蛛，在地球上非常的稀少哦。那他的战斗能力非常的强，为什么战斗能力那么强呢？因为他们把蟑螂放到了火星上面，而这个蟑螂呢，从小小的到在地板上看着可以踩死的，变成了大概比大熊还要再大，然后充满肌肉的很可怕的蟑螂。看完这部作品之后，对蟑螂的可怕会完全换了另外一个印象。这部作品现在呢呈现给大家，让大家体验一下那个恐怖。让我们欢迎第十三组的参赛选手秀明玄元顺带来的 Terraformers 火星任务。马克思，你不要乱跑好不好？很危险呢。别担心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小心一点啦，等被引来蟑螂就糟糕了。没事，这地方什么都没有，别紧张。说齐拉，等我们安全地回到地球后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嗯，齐拉。齐拉，别闹了，快出来吧！吓我一跳，你躲在那边干嘛？齐拉！飞得很远的那种很可怕的怪兽，看完真的会受不了啊！蟑螂，蟑螂，我觉得，我
觉得你反而好像很有喜感，我们考虑一下让哪一个县市政府愿意聘你当官方的吉祥物，然后去他们宣传地方的，应该不会有。大家好吗？我觉得稍微捧一下可能会比吴纳喜还要捧。而且呢，今天另外一位，其实在变身的那段我真的也吓到，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机关。而且注意啊，就是真的是暴衣耶，这边真的是那种暴衣的一个设计哦，非常精彩的作品，最近要 OVA 化了哦，大家有空呢，可以支持一下哦。我们谢谢第十三组的秀明宣言胜 Terra Thomas 火星任务，很好看啊，这也挺可怕的一部作品啊，推荐给大家去看一看啊。当然请就是小朋友长大一点要这样去看。